银鬼是不是隐身不能砍人？对啊，不能，他一定要现身才可以砍。玩到11点好了，11点再换另外一个游戏，斩杀吗？哦，对哦，下次可以带东西箱哦。先分配好，就是有两个人负责修，然后一个人带钥匙。一个人带地图，带地图的就负责去找，找那个到底下水道在哪里，然后剩下就开始狂修，修三台，两台用齿轮修，然后就可以出去了。听起来很完美。有点飘哦。想要什么鬼啊？鸭子鬼哦！我现在这样有点没办法，就是辨识我到底是有没有检查到那个门呢、欸？因为夹子鬼还有夹子很容易误判，可是我不能一直开地图啊，所以可能要先走一圈，先记录起来之后，然后等等发电机开到那个量，再看地下到底哪。还在追我，妈妈没踢板，糟糕！会不会他要踢了？说，不要一直追啦！等他完全锁定你耶，还在追。距离没拉开。
他操作刀没挥到的啦。哎呦，听起来像掉宝船。对啊，掉宝船没有错啊。他不知道带我去哪里耶，应该是一等的铁手吧。地下室，地下室。地下一根夹子，已经藏好了，来不及。啊啊！哈哈有把他引走吗？没有啊，他还想要放夹子。他上去哦。今天直播会卡吗？会有一点，因为就是那个多次平台直播的又开始顿了。你干嘛啦？不管，我要赚这个分数。一个来救我！哎、欸，这么大、啊。那我分数应该够了，刚刚那个我应该够了。哎、欸，楼上出口有个夹子哦，靠右边吧，我想。哎、欸，是那个、啊、卡住了，你们应该不能救。一阵混乱。为什么救不下啊？应该就是夹子吧。没有，刚刚夹子如果有拆掉啊。我的命条那个卡住了哎、欸。哦，你 bug 了。他上去了，又回来了。差不多，嗯，有四台是差不多一摸就好了。看不到了。来喽来喽！他在地下室看着我，他上去了哦。挂不死的神选之人，他
这边不能待，不能待的，还会来。你找下一个目标，那边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在我在这儿？听到声音吧？你怎么会躲柜子啊？你可以挂一年是什么概念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没道理啊。回来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哈哈，一直四个人的状态真的很妙。基督在顶，对啊，不死之身。哇！他回去修狗那边，要往绿狗那边走了。哎、欸，按太早。对不起啊，快好了。如果有跑掉、欸，哎，赶快修，赶快修。那我要去点亮哦。有人掉吗？你只能跑，如果你只能跑你刚去的方向、哦、因为另外那个另外这边的方向，就是其他一根啊。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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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把我的要好了、哦。我这边有一台啊。我要亮了，我先亮。那我先跑去门口吗？我先跑。你也可以跟。我们现在往那个大房子的右边，像那个挖土机那边门口跑。赶快开就对了，不管。
他看到我了 ，shit！ 我开了，我开了。第二个门在哪？来救你吗？救得到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去的。快到了、欸。就到了。哎、欸，两个人一起按按就走了。他在哪里？就墙角啊。给我们把这边弄很多主机。哎呀，这边不能躲。这次好像三个人都在这边开趴了。断了！这鬼生气拔线了！哎呦！这鬼好生气哦！